姥姥跟你说话呢，姥姥跟你说话呢，拍桌子了，高兴。啊，他盖住了，耶！你老说话，你老说话，那打。啊，对了，这次这个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是明天下午我去，就完了完了，在三姨我们三个轮流的找。哦。小那个谁，小罗呢？嗯。他那个老万呢，身体现在好多了。哦。那治病，昨天给我打了一电话，他那个血沉下去了，好多了。现在再继续打，我让他好好的治一治，因为他不是发烧孩子了，现在有病了，知道吧？我说你把这爱人呢好好的那个病治好了，开始踏实，知道吧？对。那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可能他说春节一过完春节，他那孩子们呢，都不怎么家待着。过完是1月23号不是春节吗？过完春节，我估摸他也得2月初了。估摸得要出了。是。春节过完之后，那个孩子们都走了，知道吧？他那两个大儿子呀，都有朋友了。是。人家都在城市里过惯了，都不愿跑农村待着去了。这都最后呢，两个大儿子呢，就是那什么去找朋友去了，是吧？小儿子呢，也不待着，他怎么到上海去打工去，挣点钱。打工去了，所以家里孩子都不在家里头，所以他不会在家，因为他老万治病还得需要钱，知道吧？对，真是对。肯定不用担心，他那个万里龙啊，最小的儿子，刚大学半年，还得3年半才能毕业。上次跟我说，他可能还得，估摸着，他这说的意思，人家没说在这儿待3年半，人家说我在外头还得待3年半。起码小儿子，别高兴，拍桌子呢。高兴了，你看看，可高兴了，这老高兴了。咱怎么胖了？怎么了？没吃饭。姥姥，还记得吗？你最喜欢姥姥了，是不是？吃晚饭了吗？吃了。吃了哈。小姨吃什么呀？吃的米饭。给姥姥。谢谢好孩子，真乖。真乖，真好孩子。好孩子，妈他把那个木板递在那个屏幕上那块去了，要给你。哎呦，合适啊。姥姥够不着。谢谢你。看，他拿木板。手里的木板要递到屏幕上去了，是不是？谢谢，真乖，真是妈好孩子。小姨，可爱的小姨是不是啊？小姨是最可爱。最聪明，最漂亮，是吗？是不是阿姨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，真是，哎呀，真不错。那你们俩可是挺辛苦的，带孩子挺辛苦的啊。对呀、啊。吃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那上有一点瓜子儿，然后在边上呢，没在这儿，它够不着。够不着啊。你们往嘴一定要注意啊。是。现在就是什么都往嘴里搁的时候，这是。是。那个九号坚持和那个七号五号那个小坚持，千块钱要注意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这个美国就一个小孩子吃了纽扣那电池了。是，放心吧，我们特注意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给姥姥呀。什么呀？哎妈，你看他往，谢谢。你看看往屏幕那地呢，看。给姥姥，哎呀，你看给屏幕了啊，好孩子，行，给姥姥哈，哎，妈
妈看是吧？行行，姥姥姥够不着啊，留着留着留着，见姥姥给姥姥啊。我爱哈。嗯。嗯。你现在去美国过元旦吗？不过特老听，就是过圣诞节，过春元旦可能也过一点，但是比圣诞节要冷清。哎，欧洲那些国家他们都过，英国是吧？过新年，过新年，也过新年。是吗？对，但是不像圣诞节那么热闹。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行。真好，哎，挺活跃的啊。嗯。挺好的。啊，挺好的。啊，对。那下次就让他就练一自己走了，有力气走。对。是。让自己练。这不错了。然后呢，我跟小莲商量了一下，正好呢，就是他也慢慢也该就是接触小朋友了。我们可能先那个找一个那个托儿所似的小的小孩的，让他正好在那里面，人家朱乐回来了，他朱乐回来了，还问你呢啊？啊，是吗？啊，他跟他老公，然后小莲碰上了。